把音讯送回你的相机啊，或是干嘛的，送到其他地方之类，你就可以用 Line Out。嗯，还不错。目前看起来上面应该是没有喇叭的部分啊。目前上面看起来是没有喇叭的部分，就目前上面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喇叭的部分，那就是你就是要用耳机监听一下咯。目前上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喇叭的部分啦，那就是用你的耳机监听一下咯。OK， 所以它整个那电池的部分，它只用两个 AA 电池。嗯，我不知道。那电池的部分，它只有用两个 AA 电池，我不知道它的收音的时间长短会多长多短。但是你可以接着 USB， 如果你要长时间录音，你就接着 USB 行动电源啦。OK， 那电池它是吃两个 AA 电池，那我不知道它的收音时间到底是可以录多长。如果太快没电的话，你就是要接着 USB 行动电源这样子供电啦，没什么大不了。哼，没什么大不了。OK， 所以整个影片刚刚你听到的都是用这个 Tascam 24位元的录音机收音机。OK， 所以你刚刚听到的是，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听到的所有声音应该都是用这个 Tascam DR40 这个24位元的录音机来录的。那我的 gain 设在差不多讲话的时候是到负十左右啦，负十 dB 左右。然后我会再进我的软体，然后加个 compressor， 还有一些音讯的处理，可能噪降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用这个 Tascam DR40 24位元的音讯，然后我会。到目前为止，我们刚刚听到的音讯都是用这个 Tascam DR40 24位元的音讯。那我通常 gain 值都是设在一个负十二，就是稍微小声一点，不会到完全爆炸大声。那我也录两个轨道，一个是正常的音量，一个是负八 dB 的轨道，就是一个备用轨道。如果真的是超级大声，忽然我尖叫干嘛的，那这个负八轨道就可以稍微派上用场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切换到我们的 Zoom F3 来听听看声音怎么样了。